Ah, ja. 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欢迎来到 Wesley Gaming 的频道。哇，为什么同花顺？同花顺也太凶了吧！他为什么同花顺？哎，这在干嘛呢？哇，打错了！又打错了。本来要打 A 的，就可以拿一个唯二。哎呀，感觉我的心态有点不好了。这把应该有了吧？OK，炸两家。赢2万多块罢了。
OK，至少换到一个七吧。又同花顺。好像能够赢诶，这把。哦，可以，零封上家，为什么还要打同花顺？如果他不打，我觉得机会应该是他的。他在送分呀、啊，这把赚了多少？赚了4万多吗？还不错，赚了4万。你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追踪。